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朋友，比方年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没有条件吃菜的话，我们就可以喝个茶，喝茶也可以解春困。就是这一堆吗？我刚刚看半天，我都没好意思问，这是什么麦子？这是麦芽，麦芽，对。这是陈麦芽，这中药店去买的啊。这是陈皮，对。这是什么呀？桑叶。哦，桑叶呀、啊。对。哦，这个是刷碗的，这是。这什么刷碗的？这是那个爆花，这是竹茹，这非常好的一味药叫竹茹，就是你看竹子外边的那个青皮，你轻轻的刮掉那个青皮，里面露出那层白的，哦，把它这样一绺一绺的刮下来，一晒干团成一团。这个就叫做竹茹，它有什么作用啊？这东西，它就是呢，化痰退热非常好。你可以一样都抓一点，因为这四样几乎都是相当于药食同源的。如果要一个参考剂量呢，那么我们竹茹是三克，这个麦芽是5克。哎，三克一般多少就？三克你差不多这些就是三克，这一团就是三克，因为这个东西蛮轻的，轻的，五克麦芽，5克桑叶，然后10克陈皮。因为竹茹特别的轻，所以它的克数要少，但实际上你多抓一把也没关系，相当平和，没有关系的。就我们平时怎么喝？一天喝几次啊？这个？把这个呢要用来煮水泡，是泡泡煮水泡，对，煮完了以后呢，你一次性可以，比方说我把它熬2遍。然后把这个水倒出来以后呢，一天就当茶喝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在上午和中午的时候喝。这个味道会是什么口味的呢？十分十分的清淡，但是喝完以后呢，它的好处就是特别对于我们说的，就比方说，肝功能不是很好的人，或者是呢有亚健康的人，他一般在中午吃了饭以后，他会觉得困的现象很明显。这个对于那种春困是最有效的，因为它能够消食，然后呢让我们的大脑和眼睛都保持一个清亮。但陈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饭后我们有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拿来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就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就像我俩有时候录录像，真的哎就困得睁不开眼，这种情况就有没有让我们能够及时从这春困里赶快解脱出来这种方法？有啊，你就是在上节目之前，你就要先喝这个。这个喝完以后，大约它是2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起效果。哦，因为它是帮助你，就是头脑变得更清明的。所以你其实上节目之前，如果说你是非常非常饥饿的上节目那种春困，那你是大脑缺血糖。哦，你喝这个不管用，你得喝什么？你喝点红糖水就行了。哦，补充点糖分。对，那你要是吃的饱饱的，你上节目你觉得困了，你就是喝这个。喝这个就行了，明白了以后。